在入境前，请检查一次所有的行李中是否有忘记的水果或者是小包装的肉干。如果有的话，在入境前这种丢弃都是不用给房间的。特别提醒，仅有携带宠物饲料、动物食品、罐头食品、家禽的产品、蛋类制品、乳制品、中药或草药的旅客。很多公共植物检疫官做询问，还有皮头底。重点提醒：日本现在是禽流感的疫区，亲友携带鸡、鸭、鸭的精酿肉或蛋制品、生蛋和熟蛋的旅客，也是报一手麻。